不管是打出满贯弹之后在镜头前力挣尽力，还是落后情况永不放弃的带动气氛，被球迷封为国防部长的阿美族好手张玉成，在这次的经典赛一战成名，不但成为全台的新偶像，更是成为人气最旺的棒球选手。接下来张玉成准备启程回到波士顿红袜队来报道，今年的他不孤单，除了全台民众的力挺，艾尔达体育家族也将带来更多红袜队的赛事转播，要陪张玉成一起站稳大联盟。2023赛季 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幕战即将在台湾时间3月31号登场，艾尔达体育家族将为球迷率先带来第一场精彩好戏，运动家对决天使，大谷翔平和美国队长 Mike Trout 将重新连线，带领天使挑战美联西区的宝座。哎，等等，说好的国防部长张玉成的比赛转播呢？不用担心，今年艾尔达体育家族扩大增加美国职棒的转播场次，除了每天体育一台以及二台的中文转播之外，在体育 MAX 台也会加码3场原音转播，让台湾球迷可以从半夜一路看到中午，也可以锁定每一位球星在大联盟的活跃表现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今年的美国职棒关键字1天4场，天天直播艾尔达体育12加 MAX 台，所以一样请观众朋友们到顶来跨艾尔达。《娱乐新闻》综合报道。